哪种蔬菜能快速补充叶黄素？最快摄取六毫克的叶黄素的方式是吃什么食物？是B菠菜。菠菜的叶黄素高吗？因为地瓜叶真的太常见了，所以大家选择这个答案通常是拿来当做陪衬的。你回答题目就好了，你要不要讲？你还要数落我们出题目的？我们团队找了一个很普通的选项。抱歉，我很抱歉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